他是一个用音乐说话的人，几十部脍炙人口的影视剧音乐都出自他的妙笔。他从八百里秦川走出，用民族音乐这一中国音乐的母语讲好中国故事。电视剧《水浒传》中，赵吉平将山东地方小调《巨大缸》加以改造，成就了响彻神州的《好汉歌》。电视剧《大宅门》的配乐，则是大量使用了京胡和京剧打击乐，充满着浓郁的京腔京韵，凸显京城文化的精髓。写《乔家大院》时，赵吉平三下山西采风，一路听晋剧，主题曲《远情》特意选用了晋胡和二胡弦伴奏，各种曲调唱腔凝聚于赵吉平的笔端，既可以信手拈来，又可以融会贯通，总是带给人气象万千的感觉。老师啊，我们常说啊，就一个人的童年的生活对他后面的影响是巨大的。那不知道是不是在您童年的时候就立志要当一个音乐家呢？那这真是这样。我从小也就爱。可是您父亲是一个著名画家，应该子承父业去学画画才对、啊。那倒是，因为顺理成章的说哈。要是我生的时候，在我的最小的时候，一岁到五岁之间，我们家这个院里啊。我父亲有三个学生在这儿，包括那个43年那个黄胄就到我们家了。黄胄先生是您父亲的学生，爱入室大弟子。哦，方继仲、徐树之，这个个都是书画大家。大家对，都在我们家。按说我这周围全是未来的这大师级的画家。那您父亲有没有希望以后您也是一个书画的这样的？我父亲在这方面不强求自己的子女啊，你们喜欢什么，你们自己去追求。我怪了，我就在小学的时候我就立志要当音乐家。那你是自己尝试写过歌啊，写过曲儿啊，还是老做梦，老自己琢磨着？最后呢，一听那大合唱是怎么出来那种音响，然后刚好我那小学旁边，就是后来我当院长那个歌舞剧院，我就趴那墙上听他们排练，听排练，把他们的排练的曲子记下来，给我们院的小朋友，七八个小朋友，来教，分声部啊？不，就教。啊，没有声部啊，你就是指挥是吗？啊，然后我说，教会以后，然后大家一起唱。大家在饭堂里面，拿着羽毛球拍子夹到脖子上，拿着大扫帚把当大提琴，拿着有些东西学着当管乐，我拿个筷子就那指挥，你就是学我们院的小乐队。说到您小学三年级就立志当一个作曲家，我想起了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教我的一句话，说孩子呀，不能够长立志，要立长志。那我想您就是我们小学三年级老师说那个立长志的典范啊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要做这件事情，而且就一辈子矢志不移地把它做好做成。 这可能也是天意，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好像就是带有这个使命，有这样使命去创作中国自己的黄宗大律。1958年，小学即将毕业的赵吉平，迫不及待地报考了西安音乐学院附中。可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，尽管考试成绩非常好，他还是落榜了。内心那种冲击啊，现在想起来，那还是蛮大的。但是我是强忍着就没哭。我哥在那安慰我，最后我父亲说了一段话：“哎，这个人生长着呢，像你们这孩子呢，你爱什么，只要你爱，你自己去努力，
路长着呢。有这种执着的追求就行，不一定非要到学院去，你现在就努力就行。父亲赵望云永远是赵吉平心中最高的山峰。当年父亲的话深深印在了赵吉平的心底，三年后西安音乐学院附中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。不瞒你说，我中午吃完饭了以后，我们都侦查好了哪儿有空琴房。我们最清楚的是大学部的声乐系的琴房是最空的，声乐系他们讲究要保护嗓子要睡觉，我们就是趁那个时候就钻到他们那个琴房区，就练琴那个过程根本就你想象不到，突然一看外边黑了就没感觉，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。1967年，已在音乐学院附中小有名气的赵吉平顺利进入西安音乐学院。几年间他不仅对民族音乐有着深深的追求，还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，向自己的音乐梦一步步迈进。然而他即将从音乐学院毕业，急切地盼望着能到专业乐团大展创作才华之时，等来的却是戏曲研究院秦腔团的入职通知。赵老师，我知道您是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啊，是学西洋音乐的洋学生，但是毕业以后呢被分到了这个戏曲研究所啊，做这个戏曲的研究以及表演工作。当时会不会觉得自己其实专业是不对口的，就是会不会觉得有点迷茫？特殊的历史年代分到了那儿，你说的那个是很对的，就是内心不平衡。我印象特深的就是刚一分配，我母亲就说你去给你父亲说一说，下放到农村了。我就农村去找我父亲，就在农村一个棉花地，正在摘棉花。我父亲一看我来了，挺高兴的。儿子毕业了，就问分哪儿了，我说分得不好，分到戏曲团体。你听我父亲特高兴啊，好，你在学校学的那一套都是技术性的，都是那种西洋的东西。你要真正有出息，好好到这儿去向民族民间的音乐学习，以后才能有出息。我还真按我父亲说这样，在这个戏曲团里待了21年。这21年我想对您整个的创作的生涯来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、非常有意义的这样一段时间。那是你好多，你看现在回过头来，我写很多东西中间都和这些民间音乐的元素息息相关。应该说21年这种深入的学习和理解增强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，文化自信。你比如说是我虽然在这个地方陕西这块土地上，在戏曲研究院，但是它有戏曲是共通的。比如说我写大宅门中间的京剧的东西，我就很自然的就能够把它驾驭住。对，比如说我最近写的琵琶协奏曲是用苏州评弹的音乐，苏州评它严格意义上讲的说唱性的东西，它也是一种地方性的这种民间的东西。中国这块土地上民间的东西是非常丰富，你只要是有心去深入进去，真正深入进去而不是猎奇，你就会有巨大的收获。除了就是在工作当中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戏曲啊，包括您提到的这些之外呢，其实您还用了大量的时间到民间去采风。对啊，这也占了您很重要的一个比重。只要是一个重大的创作，牵扯一些地方都要去。这是基本成了一种约定俗成，一种基本的功课要做。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要听音乐，包括看老百姓的生活状态，风土人情，包括地貌，包括他学习他们的语言，这些都和音乐息息相关。对，就在你的脑海中间，你在创作的时候，你会自然的
有这个地理环境，嗯，和人和他们的喜怒哀乐。那我知道呢，其实像在我们陕西省的很多的地方呢，就是民间音乐呢其实是非常的红火的。嗯，那除了有一些大家的说唱的艺术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古曲好像也蛮有代表性。对对对对，嗯，我们今天来这地方就是它叫南极弦，嗯，这就是长安古乐，嗯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。嗯，唐朝安史之乱，宫廷里的乐人，为了逃避战乱，就往终南山里面跑。啊，为了你看着这个南边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秦岭，这叫过去叫终南山。嗯，终南山，然后很多乐人就跑到这边来了。嗯，后来就流到了这儿。哦，这个古乐是从唐朝一代一代口传心授流到今天的。对对对对，你看他们的谱子都很有意思，是文字谱。啊、哦，真是非常难得。你可以听听他们演奏。那您带我去听听。很好，怎么下去？不过你这个级。8月26日晚，大型交响组曲《大秦岭》在西安音乐学院首演。为了创作这部作品，40后赵继平多次带着50后、70后、80后的创作小组成员，深入秦岭山脉一带采风，听长安古乐，访道家圣地，入终南山，寻觅李世民、王维当年的诗境。重走父亲走过的道路。此时此刻，父亲赵望云扎根民间的艺术主张，在赵继平的音乐中延续着。用民族音乐这一中国音乐的母语，写出能与世界对话的好作品。在这样一个夜晚，赵继平的梦想又一次实现了。